常来，哎，没事来这听听相声，放松放松心情。咱们休息休息，也是缓解一下生活当中的压力。我们多累呀、啊！尤其来说，平时工作挺辛苦的。忙啊，几位。谁踩着你浪筋了、啊？这叫什么话？这是。你为什么这么骚啊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闻出来的。你原来是一条狗吗？你有病吗？你有药啊？不是一场一场演员，哪个上来像你这样啊？哦，一上台。多累呀、啊！干嘛呀？你怎么娘们唧唧的？你别是个变态吧？你个死夹子！你个死娘炮！你骂我？骂不就是你？我生气了！气死你！你见过那个咆哮的恶龙吗？没见过。让你见识见识咆哮的恶龙呀！能不能那什么一点啊？什么？有点恶心了你。没有啊。你好好说话。我就这个条件。你在宫里上过班啊？你在宫里见过我呀？咱们是同行吗？哦，你是宫女儿啊？能不能好好的，你阳刚一点儿？我也不是旭日。你是使了个包袱吗？你没听着他们乐呀？谁乐了？乐一个。
咱们是海路，他是陆路。这么讨厌，一场搭档，奈不得俩人从小一块长起来。对，尤其来说人家天资比我好。哎，我这个天资，怎么了？说什么？我是表示肯定对我的天资。资质好。对，我对，这说不来整话了。相声说的比我强，我一般。你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人家可以说是样样精通。我是都能来呀。像他这样演员，在整个德云社来说，怎么样？也可以称得起是一位畜类，真是乏味的演员。你要是出门说话这么端正的情况下，你那个医保得让人打欠费了呀。凭什么还打？凭什么你出类拔萃，从畜类这儿断句儿啊？你说气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个英雄。这不有什么关系吗？英雄气短。真是，我头一次见到那个逗哏演员使包袱，观众乐就无所谓，他自己站台上嘎嘎乐。要不你买一张票，你自己听自己一场吧。我要说你出类拔萃，是吗？对呀，我谢谢。就我说的不如人家。是啊，毕竟我还不是专门干这个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是一个相声演员。那您是？哦，你是一个缝儿。不是，不是，我是个缝儿掉发吗？我就跟你也属于什么差不多吧，同行，能说同行。同行。对，我不是说相声，那您是？我是个，我是个戏子儿，还是个儿。那他的说法，你应该是个婊子儿。什么虎狼之词？不是，戏子儿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唱戏的。那叫戏子，您是戏曲演员。这话可不兴说呀！你说不说？你摸摸脸干什么？堵住你的嘴！别，你堵住嘴！演员这个词语在我心目当中是非常神圣的。哎呦，我怎么能用演员来形容呢？那对不住您了。那怎么称呼您呢？艺术家。艺术家干什么？你说比演员更神圣了吗？京剧表演不表演艺术家。京剧不要脸的艺术家。表演。哎，京剧表演艺术家。行，您是唱京剧的。对了，唱哪个行当啊？我，净行。哦，花脸。净行可乐吗？没人乐呀。那就有人乐。第一个。那我哪吒会儿。好会儿。你一聊这个，我还有点上进了，真的。因为我对京剧我也非常喜爱，但是花脸我唱不了。哦，花脸唱不了那就好了。花脸唱不了，因为花脸对于嗓子要求比较高。对了，我就是唱老生还可以。老生我行。身体不好吧？跟身体有什么关系呀？是不是虚？没有啊。老生能不虚吗？老生啊你！我哦，在您的世界里，老生就是老生孩子呀。没有，老生，人家老生生旦净丑，生老生。对，嗨，你能生？我还可以吧，这两年也差着了。那就好。那行，那一会儿上家去。上你家去。上家，我补救补救你。啊？不是那个就是我怎么说？就是我掰扯掰扯你。啊？不行，太难的字我来不了啊。你在说什么？不是，你老掰扯掰扯。就管教管，就教教你。不用，我老生，我这有什么字数我也不是。不，没事，谁跟你说那个了？你不掰扯掰扯我吗？就是我让你更细致一点。你就这么让我更细致一点？你给我团成球了，你念念。不用上家去，那太隐晦了。什么太隐晦？咱们就在这，就在
挑呗。我挑。您不专业，您不我会那么多戏，我跳一出你不会，你当时你呱你过去了。不是，那你我挑戏。你挑吧，那我跳，我跳。别我跳。我跳那咱来一个花脸老实点，捉放曹怎么样？我不管你是谁啊，你从他身上下来。冤有情。
个说法都非常的炸裂。怎么了？小人一将刺客曹操拿到。啊，小人一将刺客曹操拿到。有乎为证？没有证据。愣背呀！曹操冤不冤呢？怎么着？有扇子为证。这不是扇子，这是宝剑。啊，有宝剑为证。哎，丞相过看。你看。哎呦，不服呀！要死！要死！哎呀，宝剑无辜，下面领赏。啊，宝剑无辜，下面领赏。不要。哎呦！将刺客曹操押上堂来。不要。老爷。啊。曹操没来。他上厕所了，我没过来。太可气了，各位。捉放曹，曹操没来。这等于薛之谦演唱会的自己不去。您演谁呀？我王顺呢？赶谁呀？曹操。到您上了。该我了。对。早说呀。左右。右。右。左右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在玩了。我跑着摇着盆来了，我。Yeah.